早我们搭着公车来到海边，此时柯金堡上的游客还在睡梦中，渔民已经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没有游客的喧哗声，这里就像一般小渔村般的宁静。现在是早上8点多的时间了，我们来到了海岸边，然后趁着游客啊还没那么多的时候，带大家来看看中国渔网。那看看那个后方哦，哇，一整排中国渔网同时作业，何其壮观！那说到这中国渔网呢，我们刚刚在前面有看到一块碑，好，上面有写这个中国渔网的一些历史还有故事。汤姆，分享一下。那其实这边1341年的时候，这边有发生一个很大的淹水，然后就把这边的港口弄开。是差不多那个时间，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靠这边蛮近的那些中国人，他们有搬过来。搬过来以后，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开始做传统渔网的方式来钓鱼。对，然后他们用这个方式，大概100年，100年后，阿拉伯人他们有过来，然后把这边的中国人都赶走。对，然后过一段时间，葡萄牙人他们也有过来，然后他们从澳门又带这个传统中国渔网的技术带过来，然后开始用，然后从那时候一直用到现在。对，不过我们刚刚在旁边啊，稍微看了一下，大概看了半个小时左右，看他们捕鱼的状况。这每次收获好像都只有几条鱼，你会觉得效益好像差了那么一点点。是，现在是鱼比较不多，我刚也有问，因为现在不是渔季嘛，渔季时候他们鱼比较多，他说用这么大条鱼在那边，哇，真的，所以还是可以捕到很多鱼。对，也有很多，可是不是现在。那当然，我们据我们所知道，其实中国现在用这样的方式捕鱼啊，已经不多了。那所以能看到呢，真的是还蛮新鲜的。好，那我们去前面看。打开柯金的宣传资料，几乎清一色都是以中国渔网为主角，因为在这个高度机械化设备的时代下，还有用如此简单杠杆原理捕鱼的大型装置，确实不多见。因此，中国渔网就成了来柯金的游客争相拍照且必看的一个亮点。光是用看的呢，绝对不过瘾。我们现在决定啊，要来尝试啊，用中国渔网捕鱼的滋味，好不好？那其实呢，这边都有提供给这个游客啊，你只要付个100卢比啊，就可以来试试看。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OK. All right,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Hey,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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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快结束了。哦，你看，真的蛮好玩的。这个都会考，这是狮头的平衡感。对，汤姆，我很好奇啊，刚刚一直喊那个 Angela， Angela 是什么意思？哦，so what is it? Hey, Angela, it's like music, like the tempo, right? 哦，就是会 song music 啊， just to make it smooth, right? Make it smooth， 就是在拉的那个步调啊，大家一起一致，这样子呢，比较有 tempo。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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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跑步要喊1-2-1-2一样的道理。哎，那我们去前面看看这个有没有捕到鱼？好，我们看一下，走。特地赶了一大早，我们来看中国渔网。所以这饭店准备的早餐，我们都还来不及吃了，肚子有点饿。而且看到后面那家店生意很好哎。对，而且好像我刚有看到很多这边当地的嘟嘟车司机在吃，所以有可能是有好吃又便宜啊。OK， 那我们过去看看他到底卖什么。好，结果看一看这个东西卖的好像都蛮熟悉的。对，好像有看过的，好像这个是豆沙，对不对？对，那前面是不是 Italy？ 对，啊，这是什么？忘记了。那应该是 Vada。Vada。对，然后还有地瓜饼哎。然后你看，还有一个东西好像面熟的，好像面线哦。对啊，那不然我们来点一份没吃过的好不好？好啊，好啊。Boss， excuse me。Boss， the one list。Yeah， can we get two？ What's that called？Idiapo. Idiapo. Idiapo. Yeah, we'll take 2 Idiapo. Okay. One, which one do you want? One list. Yeah. Bread. Yeah. Okay. 虽然大多数人都建议我们不要随便吃印度路边摊的东西，但来到印度之后，这几天路边摊的东西吃下来也没什么问题，也就不太考虑干净不干净了。
汤，要不要点干洗手？其实我不用，因为你知道吗？嗯，我有准备了秘密武器。好，哇，聪明。好了，其实来到印度呢，记得就吃东西之前啊，要注意就是先洗手。那像我们刚刚是在买一些街边小吃哦，它不像其他餐厅会提供洗手的服务，甚至也没有提供餐具。像汤姆呢，就很厉害了，就知道自己要带免洗筷出来自己吃这样。汤姆，既然你有筷子，面给你尝，我来吃这个好了。好，好不好？然后呢，再换一班车啊，就可以顺利到犹太城。但是我们来到公车总站这附近啊，问了好几辆的公车啊，他们都说没有到，还建议我们说坐嘟嘟车。那他们刚刚是查了一下地图啦，是跟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位置离犹太城不会很远，不会太远，对。而且这边的当地人都推荐我们可以用走路或是坐嘟嘟车。那甚至呢，我们现在还在考虑要不要回去啊租辆脚踏车。OK， 那我们就继续讨论啦。好，而且有可能也有一些地方在顺路，我们也可以看到。嗯，对，好像有一个印度教庙在这边。在大伙充分讨论之后，决定了租脚踏车骑往犹太城。在前往犹太城的路途中啊，经过一个很特别的景点，这边叫做荷兰宫。那来之前呢，其实我们都翻过资料嘛，汤是不是不给拍照？对，这边不能拍。对，那荷兰宫呢，其实啊，这有一段历史要讲了，它是16世纪中叶啊，由葡萄牙人啊来建造的。当初呢，他们建造是为了献给科钦吐蕃王。可是为什么要献给科钦吐蕃王呢？汤，你知道这故事？那这个故事我看资料说，就是葡萄牙人他们来这个地方时候，有一些有趣的一个印度教庙在附近，抢了很多东西啊。嗯。所以为了葡萄牙人跟这边当地国王的关系会变好一点，就是为了道歉嘛。嗯。他们就改了这个建筑物，送给当时科钦的国王。对。可是观众朋友听到这里，或许会觉得很纳闷，明明就是葡萄牙人建的，为什么叫做荷兰宫？那是因为后来到了荷兰殖民时期啊，这个地方呢改由荷兰人接手管理并且修建，后来呢还变成了荷兰啊他们当时的总督府，所以啊就沿用就称为荷兰宫。对，那现在呢它已经是成了一个博物馆了。OK 啦，这个博物馆其实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进去拍，可是里面听说是蛮壮观的，对，还有一些很好看的艺术东西、雕塑之类的可以看。好，那我们接下来的继续我们的行程了，走，出发。啊，哇，今年92岁啊，但是看不太出来，对不对？对，我们本来是希望可以采访他，但是他很谦虚的告诉我们说他啊，就年纪大了，怕第一个呢不上相，再来就是怕表达不清楚。不过我觉得他真的是很谦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跟他聊天的过程，其实你觉得？我觉得跟他聊天感觉蛮好的，因为他的人就是很活泼，然后很热心，然后真的对我们观光客真的很好。对，然后再加上呢，这里很多工艺品都是他亲手制作。啊，对，简直啊，就是耳聪目明。你知道什么是耳聪目明吗？我知道啊，就是耳朵听得很清楚，还有眼睛也看得很清楚。对，那为什么会来拜访这位老太太呢？那因为啊，台湾有一位吴老师知道我们要来南印度啊，他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料给我们。但是呢，他拜托我们啊，完成他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来到这边啊，拜访老太太，把他们之间的合照以及啊。巧克力送给他，对，而且我们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也有其他的观光客有来，然后也有送了巧克力，所以观众朋友，你们如果也要来可庆，然后也要看 Sarah 老太太，对，麻烦你先准备一些巧克力送给他。对，可见老太太真的是爱吃巧克力出了名。对，那现在犹太城里面啊，这个居住的犹太人并不多，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色列建国了，很多犹太人呢纷纷回到他们家乡，选择留在这边的人并不多，再加上啊，就是很多人呢虽然留在这当地，但是呢他们外出啊去求学找工作，也是有可能，所以现在我们这边犹太人啊真的是不多了。对，那刚刚呢跟老太太聊天的过程，她有说到哦，就是这后方呢是有一间犹太教堂，而且老太太啊就每礼拜啊她还是会去那边做礼拜，那我们现在呢就去犹太教堂参观一下好不好？走。这座犹太教堂最初建于1568年，后来被葡萄牙人破坏，之后荷兰人统治时期又重建。参观完犹太教的教堂了，汤怎么样？进去的感觉如何？其实我觉得蛮好的，那边跟其他的教堂跟什么庙
完全不一样哎。对，其实来之前我们就知道里面是不给拍了，不过神圣的地方不能拍照啊，我们也是可以理解。嗯哼，所以就是因为不能拍，所以他们跟我呢各花了5块钱进去参观了一下，那买了一些明信片，让大家知道这里面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哦。不过 Tom 最让我好奇就是手上拿的这张，对，因为这个很特别，因为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像中国风格，对不对？对，因为这些瓷砖呢，就是从中国过来的，对，从中国广州那边运过来的嘛。对，我刚有问，然后那个人他说这些东西是什么1762或是64年，我需要再看一下。OK， 大概那个时代又中国人又送到这边当地的国王给他，但是为了一些宗教的原因他不能用，所以他把那些瓷砖有送给犹太人用，然后他们都是放在这个教堂哦。对，就是把它铺在这犹太教堂啊的地面上。嗯，其实想想蛮特别的哈。你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泉州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譬如说像印度人啊，斯里兰卡人啊，从各国来到中国这边做生意、讨生活的人，对对，那都是借由海上丝路来的。那同样，我们在科庆也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像在这边，有个犹太城，嗯哼，然后宗教呢也很多元化，那感觉真的是蛮类似的，因为毕竟啊，这都是在一条海上丝路上。对，没错。嗯，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逛一逛了，走。我们在科钦堡的这几天，教堂看得不少，却连一间印度教寺庙都不见踪影。原因在于这里临近阿拉伯国家，很多印度人都是穆斯林信徒，加上这里曾受西方国家殖民过，所以也有不少人是信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因此，岛上信奉印度教的百姓就不是绝对多数了。相信大家呢都听说过印度的种姓制度。所谓的种姓制度呢，就是把人分成不同的阶级，在这样制度之下，这阶级是世袭的，彼此之间不能通婚，而且阶级是没办法去改变。其实在1947年的时候，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独立，这种姓制度呢在法律上是被废除的，用种姓来歧视人也是非法的。不过这样的观念几千年下来根深蒂固，在实际上印度社会的运作之下，种姓制度还是扮演的很重要角色。那我们到当地也很好奇啊，问当地人说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阶级，那其实这答案很简单啊，就是看他的姓氏，因为他的姓氏就代表他的阶级。那我们也听到一些有趣的事啊，就是有一些低阶级种姓的人呢，他为了要摆脱种姓带来的歧视，他们就会改变信仰，譬如说改信天主教，改信佛教，因为藉由改变信仰，你也可以连你的姓氏啊一并换成新的，就等于说是把自己个人的身份啊重新洗牌了一样。对这些比较低阶级种姓的人来说啊，这是摆脱印度社会对种姓歧视的唯一途径。Hey Tom， 我发现你身上呢，除了有汗味之外，还有一种淡淡的香味。真的吗？因为我也发觉啊，除了你的身体味，好像也有一个更香的味道。哎呦，我其实也不是每天都会继续去努力的要闻到你的味道，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们闻到的味道应该是一样的味道，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在香料市集。那其实说到这个海上丝绸之路，我们一路都在讲海上丝路，海上丝路嘛。其实这定义呢是对中国人来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产什么，产就是丝绸最有名，所以他们啊到国外去做贸易的时候啊，他们就把最好的丝绸销往国外。对啊，可是从印度人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就不叫做。丝绸之路，对，叫做海上香料之路。那当然除了中国之外呢，其他的国家也需要这样的香料，所以还曾经引发过所谓的香料战争，有听过吗？香料战争啊，我其实我记得这个名字啊，可是对这些历史的部分我不是了解很深。OK， 那我们这一次呢有机会啊去参观香料农场，所以到时候呢到了那边，我们再跟各位好好分享一下什么是香料战争。好啊，好不好？好啊，那我们现在呢逛逛香料，好好看一下，看看有什么可以买的。从犹太城回民宿的路上，我们再次经过中国渔网，此时正好是黄昏时刻，这时候不管你的拍照技术有多烂，都能拍到美的不像话的照片。我们就在这夕阳下看着太阳慢慢落到海平面下，才依依不舍地离去，结束今天的行程。
一早我们搭上了小巴士出发前往河边，在换搭上一艘木船后，就开始了我们这趟印度行最轻松惬意的行程。柯清文水呢，是旅游书上啊被列为是50个必游景点之一。那所谓的回水是什么呢？就是泻湖地形。那这泻湖地形呢，水道是错综复杂，这游客来到这边啊，一定会来坐船体验一下。听说啊，这沿途的景致啊是很迷人的。那现在呢，我跟汤姆就好好来享受这水上之旅。回水的英文名字是 backwater。而这次的由来是因为在这附近的河流很多地方都跟海岸线平行，有的距离近到只有3-5公尺，形成河水和海水隔着沙丘相望的奇特景象。每当季风季节来临时，海水越过沙丘线就入河中，等到下大雨时，河水暴涨又越过沙丘向海流去，这样的情况每年上演，因而有了回水这名字。其实刚坐在里面呢，看船夫啊不断拿着杆子啊这边撑啊，真的是很辛苦，所以我决定了跟汤姆两个人呢来帮他分担一些啊，帮他撑一段路。 So can I try it? Hello, can I try it? Thank you. 哇，二话不说就把杆子拿给我。有在想一个问题啊，万一把杆子呢给弄丢了，不知道会怎样。哦哦哦 ，OK。陷到土里差点爬不起来。哦，小心一点，可以。我知道，好不好？胖，你帮我用看。好好，我试试看。好，撑一下。他们后面都很担心我们会把这个棍子弄丢。换汤姆，小心一点啊！哎呦，看他们动作，果然是比我利落多了。Sideways, right? 别弄表，别弄表。No, no, don't touch, don't touch. 哎呦，你看我们这样子，我们两个都会把这个船弄。我让你蹲低一点，等下被杆子打到上面。然后后面也很担心啊，我不敢再碰了。好了，我觉得不要翻船。而且你看看后面，真的都很多乘客哦，这样看着我们这样子，他们真的很不放心。我们乖乖坐里面。好好，去坐去坐。OK OK。We're done。看似简单的动作，振作起来可一点都不容易。我们还是把这项专业工作交给专业人士。乖乖坐在船舱内就好。只见渔夫把船头调个方向，我们就进入了狭窄的水道中。眼前的景观和刚刚是大不相同。其实这水道的两旁呢，都有很多的农村。像刚刚前面呢，就有一个阿伯划了一个很小的船啊，从旁边水道突然插出来。其实航行在这里啊，就有点像在泰国有些水上人家。这个水道就像是他们的一般的马路一样，他们就借由水道然后通行到其他的一个地方。这印度水乡虽没有中国江南水乡的温柔婉约，却有另一种粗犷的原始美。而随着越深入里面，水道也越来越窄，窄到河道和船只几乎是一样宽了。船现在靠岸了，你该不会是要下船了吧？我不晓得。哦，用拉的，你的船呢撑不太过啊，就有另外一位船夫呢，他负责用绳子拉的。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就是最好的写照。在两位船夫合力通过这狭窄的水道之后，我们就转入了一条较宽的水道。没一会儿，我们就靠了岸，到了一个农村。现在这边呢是制作什么呢？汤，这个是做椰子鲜。对，椰子馅。那首先呢是把这椰子里面的这些纤维啊，一一的拔起来。对，然后
对，这个要先泡水，要泡一段时间。然后其实现在比较现代的方式，他们有一个机器会把这些这个怎么讲？纤维会拉出来，是但是比较古老的方式，这个是要塞，要放在水里面半年啊。对，所以现在用机器比较快，是，然后会把这些东西拉出来，对，然后有一个机器阿姨在那边，她会控制它的厚度，然后放在一个机器上，然后会开始揉，一直揉捻在一起，对。然后揉了第一条线，也没那么强，对，所以还是一样可以把它拔开。对，所以它到最后，它会去另外一个机器，然后把两条线放在不一样的方向，就是一个往前，一个往后这样子。对，然后再揉。汤总，怎样？做什么感想？好舒服啊，真的很轻松，真的花一天这样子划船，我觉得真的很棒。对。那我们刚刚应该坐了大概7个小时嘛，对，中途有1个小时左右在吃饭，然后刚好是绕了这个整个这湖一大圈，蛮好玩的，真的是很棒的体验。对，那中间你有睡午觉吗？有，大概一半的时间都睡着了。对啊，真的很好睡。对，是。那当然，其实啊，它还有就是其他的行程，譬如说可以搭小船嘛，然后游着其他这种小的水道。那但是因为我们拍摄比较没那么方便，所以我们都一直选择坐大船，那走的主要的这个干道上。对，真的蛮舒服的。观众朋友如果来这边啊，有兴趣的话一定要搭一下，真的是很棒的。好了，走了。今天的节目就在这回水之旅中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追寻郑和留下的足迹，精彩的发现大思路千万不要错过。